中间只休三天呢，之后还回到美国，上到美国职棒大联盟啊。打第一颗球，左外野方向，张正伟被接杀，他的手轰还是没能够出现。中外野手唐兆廷接杀出局，三上三下，三局下半兄弟相对没有得分，三局打完0-1，一分落后。